我就要吃榴莲味的。买。吃光啊，神君，快些吧。王爷。哎。王爷。嗯。王爷，这是我新做的糖莲子，您拿回去尝尝，要是喜欢呢，回头我再给您送。阿暖不想阿爹走。阿暖，乖啊，阿爹是要去保护更多的人，等我回来就带你去买糖莲子，买十份。十份，好。好好听阿娘的话啊。不用，你把这些都包起来吧，我给钱。哎呦，王爷，您的钱我们怎么能要呢？这不能要。包起来。这是什么呀？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是我们灵界的冰凌棍，有很多种口味。鲜奶味、苹果、葡萄、榴莲，我可以尝一个吗？可以，但是还要请神君自行购买。神君，我今天没带钱。王爷帮我买一只吧。神君这话真说得出口啊。日后我有钱了一定还给你。神君不用给，这些我都送给神君。谢谢。哎，别惯着他，要吃可以自己给钱买。之前王爷答应过林总吧，说是要好好招待我，这才刚刚过了多久，连吃个东西都不想。我就要吃榴莲味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要吃榴莲味的。买。吃光啊。这是什么茶社吗？很明显不是。